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很高兴收到了今日头条扶贫项目组寄过来的一款红薯，产地呢是陕西渭南合阳秦薯，是一个贫困县的产品。我们来打开看一下，然后呢，等一下，弄几个来试吃一下，看看什么样。看一下。看这款红薯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中间出两头细，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它叫三好学生，好吃好看好卖。今天我们就来试吃一下，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。很结实，盖上锅盖，应该熟了。准备开动了，来，好啦，开来，开来，开来，小心烫啊，小心烫。等会，先掰开，我们先掰开。我看，这里面真的是很粉很面，好吃吗？很香，很粉很面。今天呢，我们试吃了一下这个合阳红薯。合阳秦薯真的是非常不错，粉粉面面的，很香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慢慢点个关注。喜欢吃红薯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产品，非常不错。合阳红薯，合阳秦薯。